我看你的资料是数学科代表队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数学成绩不及格？妈，数学考试很难的啦。从成绩发展来说，你的分数不符合我们预期。我知道。为什么选择塞吉当同桌？塞吉是狮子座，和我很搭，我也很认可塞吉的行事风格。那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？你能给塞吉带来什么？能带来零食。带来欢笑。你才半年就换了三次同桌，是什么原因？我比较活泼。我怀疑你有不良嗜好，要电话备调一下。您好，请问是猪王子的前同桌吗？我来咨询一些情况。了解啦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没希望了。那个好，这个不好。那个好，这个不好。那个好。恭喜你通过面试，看一下同桌协议吧。谢谢。我已经允许不得私自换座位，两人共同维护垃圾袋。135乙方到，24甲方到。为什么我多到一天？多写了，一人一天。当老师提问时，同桌必须提示答案。这个好。欢迎成为塞吉的同桌，明天见。你们超限啦！见了这么多人了。这些同桌都不错，